悠悠秀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悠悠。7月31日，星期五，本人星象水海狗，今天是情商得意、感情顺利的一天。接下来一起看一下十二星座的具体运势吧，参考太阳和上升星座。今日机会降临的两大星座：金牛座、双子座。金牛宝宝今天是有机会、有支持的一天，事业方面能得到家人的帮助和支持，尤其是想做副业和想去外地发展的。双子宝宝今天工作时会获得一些机会，也许只是副业方面的，但可以认真考虑一下试试看。今日事业得意的两大星座：白羊座、天蝎座。白羊宝宝今天心情不错，工作方面机会多多，凭借惊人的进步可以得到同事和领导的高度认可。天蝎宝宝今天的状态比昨天好很多，工作能力终于得到认可，付出能得到回报，跑业务的宝宝业绩也不错。今日财运不错的星座：水瓶座。水瓶宝宝今天财运不错，虽然事情比较多，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财务收获也是满满的。What?